不然我用这个地方，他说怕这边坏。社区内两住户有争议，报警来处理。女子控诉眼前这个排水孔被封死了。你看，连这个水垢盖本身都拿不起来了，请他今天马上恢复原状。这个我也有使用的权利。你那个到楼梯而已。你那个你的地址到楼梯。警方都到场了，但是控诉的住户实在是好气，指着两户中间的红色区域，表示这里是公共空间，但是隔壁的邻居私自用铁盖封住它。树林地阿公用所在。洗饼啊，洗碗啊，跟他沟通。他不听啊。他不听我，只有用我的方法啊。原来位在台南南区的透天厝社区建筑前有个小花园和走道，引起争议的水沟盖有着红色的铁板。左边的住户指控10公斤重的铁板封死了排水孔，下大雨恐怕会淹水。但是右边的住户反击，对方老是在外面洗碗盘，还要捍卫自己的财产才会加盖阴影。双方多次的争论，甚至提出告诉。连死的，完全。此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公共设施水沟排水的功能。实际测试加上铁板的排水孔，水是可以流动的，但是这个外形明显和社区中其他水沟盖不一样，住户担心大雨带来的雨势恐怕会宣泄不容易。邻居以红色铁板密封，致损害其权益，故提出毁损告诉，本分局已依规定受理。导致排水不良造成损害的话，那管委会或住户就可以依照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来提起诉讼。律师表示，如果水沟盖导致灾情，住户确实可以提出告诉。红色铁板水沟盖格外醒目，对社区的大家来说，除了争吵之外，会不会衍生出更大的问题，更让他们担心。三立新闻王小玉、朱以荣台南报道。